最丑，你们先去。真的。休息很久了。
才充满的。一个半以柴油来讲，对，调度员生对他不错了啦，一个半而已。他可是他那个8999，我等了3个小时才充货啊。哎、欸，六块叔叔，你不是没得吃吗？我先吃饱再去。他六块去玩过了吗？没有。一到就坐桌上，我看他那时候是行动最多坐六块叔。好，北上的。没有，他那个那那还没，那应该是提前下车吧？没事啊，坐。最弱的就是最弱的，其他的都是好的，最弱的就是最弱的。我也是这样想，肯定是因为后面东西其实很复杂，因为要全部。一些工程方面的比较，后面那边的，其实这整个也是在。